天天好声好声，就是要天天五勾蛋。今天来到七月八号，哦，不对，不是七月八号，我们是十月八号。对，十月。我们来到十月八号。十一月啦，十一月，十一月。我们现在在回去录以前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时光倒数，我们做哆啦 A 梦的时光机。我们来到十月八号，十月八号做什么事情呢？赞美神。好，什么是赞美神呢？我们前面说过，就是那个唱歌的人。没错，唱歌唱诗歌就是赞美神了。好，哥哥说唱歌唱，我们的应当以唱。我们应哎呀，名字草，我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，就是要对神唱诗歌。哎，你们在教会里面唱的诗歌是什么歌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听呢？有吧？我上次哎呦，大大手牵着我小手，大家也陪我走天路，借我陪我到永远。以你爱我不改变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真开心，啦啦啦啦，以你爱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以你爱我不改变。没错，没错，这是你，这是你爸写的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唱歌，对啊，我写很多歌啊。这是你爸写的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在教会里面学了什么歌？我现在比较好奇是你们在主日学学了什么歌，都没有在唱吗？好，我去跟你们这礼拜就跟你们主日学老师说，为什么你们都没，他们都没教你们唱歌，好不好？有啦，我记得有唱歌，真的有。哦，所以怎么会没唱呢？好，没错，好，我们时时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好，上次我们上次有唱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要向耶和华。然后我们还有一首歌叫什么？那首记不记得？耶和华。不是的。哎，我忘了，突然忘了，我自己写的，我忘了。什么什么和？上次有一首啊，我们上次和什么？什么？耶和华。你们我们哎，什么要用丝弦乐器，用丝弦的乐器和声的，哒哒哒哒滴哒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哒哒滴哒哒。好糗哦！正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。用丝弦的乐器和声，用琴弹有雅的声音。早次传你慈爱，每夜传你心声，早伴我每时。好，不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听众哈，你们的正谢耶和华。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丝弦的乐器和声，用琴弹有雅的声音，早晨传你慈爱，每夜传你心事，这本为美事。对，好，这一半你们就跟主日学老师说，我们唱这首歌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这写那么好？没有啊，有，这你爸写好的，一点都不好，才怪嘞！觉得好的，各位听众，你们觉得好吗？觉得好就帮我拍拍手。好，所以听众们，名叫是你自己弄的，还不是是听众们拍的手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我知道这题，我知道你们会回答。我们今天快问快答的时候，我觉得什么东西让你好累，你一定会说练小提琴让你很累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在录音之前呢，小恩在练习。好，他说不能说他刚刚哭了。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我真的没有讲，我没有讲。好好，我真的没有讲。好，我没有讲说他刚刚哭，哦，因为他刚刚这一直拉错啊。他就问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不说不说不说，好。所以呢，练小提让他，练小提让他觉得很累。那小何呢？上学很累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写作业很累。写作业很累，对，你觉得写作业让你很累？好，其实我觉得我陪你们练小提琴我才累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的风和说文上面告一个段落，我们要先谢谢大家今天聆听十月八号。